第26届华鼎奖呢日喺澳门举行，着上性感低胸装嘅魏英雄就成为双料侍候，分别夺得电视剧最佳女主角奖同埋全国十佳观众最喜爱电视演员两个奖项。呢次攞奖对于 TVB 下个月举行嘅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红姐应该更加有信心再下一城啦。梗系想啦，我系 TVB 好多年噶啦，其实一啲啲成就都冇，几伤我自尊心。如果今年有今年有少少提名，其实已经 OK 噶啦，系啊。而阿姐汪明荃就荣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女演员，已经有一段时间冇拍电视剧嘅阿姐，会唔会考虑再拍翻剧啊？电视剧我谂我而家唔会住啦，因为即系始终年纪大咗啦，咁嗰个长时间嗰个拍摄咧，我惊我顶唔顺啊，惊自己做得唔好啊。